武吉巴都一座新祖屋的电梯失灵，突然暂停运作，电梯门打开的时候，电梯和地面差了一大截，一名居民险些跌倒。事故发生在武吉巴都第296B 座祖屋，电梯突然停下后开门的时候，电梯的踏板跟地面距离大约30公分。据了解，这批预购祖屋的屋主是这个星期才开始领取新家的钥匙。发生故障的电梯是由 Sigma 电梯制造商生产，这家厂商已经因为电梯在运作的头一年故障频率高，以及没有遵循时间表安装电梯，被停止投标新祖屋的电梯工程。